说到郭晶晶和伏明霞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。郭晶晶被誉为跳水女皇，伏明霞也是非常厉害，多次获得金牌。两人除了是跳水冠军以外，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嫁给了富豪。相比师姐伏明霞，郭晶晶的豪门生活更让众人羡慕。两人年龄相当，老公不仅是豪门中的高帅男，更是对郭晶晶一往情深，相爱至今。虽然伏明霞的豪门生活也不错，但是总是感觉嫁给了大她26岁的豪门梁锦松还是亏了点。据说当年伏明霞的父母极力反对这场婚姻，甚至父母一度以断绝关系来阻碍两人的交往，但是无奈伏明霞决心已经要嫁给梁锦松。两人结婚15年，育有3个孩子。婚后的伏明霞每次出现在媒体面前都很富态，可见两人感情不错。除了年龄相差悬殊，其他各方面还是很般配的。伏明霞还曾表示正在要第4胎，如今40岁的伏明霞颜值身材已经不是当年的大美人了，但是也是风韵犹存。虽然嫁入豪门，但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保持低调朴实的风格，依旧保持着低调清新的风格，看不出来是豪门的阔太太。祝福伏明霞吧。